哎，你是我见过最帅的披着毛毯走在街上的人。披着毛毯走在街上，一共没见过几个披着毛毯走在街上。如果，我好累啊。如果长得不怎么样的披着走的，是不是就精神病一样？应该不会。上阿拉伯来的，还好啊，有那么点小姿色、啊。有，非常有，非常有。装设备。帮你把裤子上那个洞给补了吗？好多人想帮你补那个洞。那个洞，我发现好像比以前大了。比穿越大。比穿越大。最开心的是裤子有点松了。瘦了，证明我又瘦了。啊，瘦了上镜就会好看一点。已经很好看了，在镜头里。好看了。嗯，很好看。好看了。你哎呀。虽然又到了这个环节，但是还是我得说，胖了的话你们就偷偷的就发啊，说这个过年果然他们过年回家又吃胖了。没有我们说你瘦了，对，我们说的是水肿。哎呀，那边对他说了实话，真的说了实话，只是给我胖找了一个理由吧。是我拍的不好，是我们拍的不好，是我们拍的不好，对，是我们后期做的不好，我还是得减，该减还得减。脸小就行了。对呀、啊，那脸小，那就是演员车、道具车，脸上越来越小，然后身体的话，其实还好吧，正常饮食就已经很帅了，帅到爆炸。我们正常点聊天，总不知道怎么接。有什么冷笑话吗？手机壳。啊，你这个不写手机壳，我真没看出来有。过来点，过来点，过来点。怕什么？要有自信好吗？大爷，我想问个问题。你说哪种裤子？都是前子还是跟子？这手机壳用的。有点浅，哦，但我喜欢的紫色就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紫，纯紫色，偏蓝还是偏红？偏蓝一点，哦，蓝一点。你这个紫色其实说实话就是挺偏蓝的那种，但是就是太浅了。我穿的七，啊，穿的七呀？他有没有穿紫色？我喜欢紫色，不代表我愿意穿紫色。紫色有的时候穿着不好搭衣服。我喜欢紫色、红色这些。玉有能讲个冷笑话吗？啊。你最近有听过什么好玩的冷笑话吗？那你让我给你讲。啊，那我给你讲一个吧。就是我跟我侄子。聊天，我侄子初中，然后我问他说，宝宝，你有什么？你会烧饭吗？你有什么拿手菜吗？他回我说，我烧开水特别好喝。好冷啊！冷啊！还行，不错，这个功力还是有一定冷效果。再穿件外套吧。啊，挺好。这外套真的好冷。挺多的，好，不用留了，上车吧。我们剧组就是因为每天拍到很晚，嗯，对啊，基本上都是最后还有导演，然后执行导演，肯定摄影师、灯光这都有一些人坚持，但有些人肯定是就是挺不住就去睡觉了。好，这场戏都已经站好位了，预备开始，停，谁打呼噜呢？然后就再找吧，就叫一下。
然后准备呼噜之后，然后再拍，不然的话你正在拍的时候就听有人打呼。我记得现在好像还好，我以前紫黑上高中，还是说是再往后一点点吧，就是那个时候睡觉，我眼睛不能全闭着。眼睛太大，眼睛不能全闭着，就是会睁一半，有可能眼睛太大了啊。眼睛太大了。对，有一次是高中，有一次高中，然后上课啊都困得不行，然后都在那睡觉，就这么一趴，然后眼睛就这样。老师进来了，看一圈，就把那个睡觉的人全都揪起来了，唯独我在那，没理我，走了。我醒了，我一回头，我说你们怎么都在后边站着呢？他睡觉被罚了。眼睛大的人就是很有优势的。现在有优势啊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我腿要软了。啊，我可能我就这么睡的。然后老师进去看一圈也没注意。你这样真的能睡着吗？那个时候能，现在应该不能了吧？行，我知道。那个导演不留车了吧？不留车了吧？我换什么？我们俩。不好学，真的很难学。并不是很好，是吗？